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阳光彩虹小白马。听说在一个翻唱比赛中呢，我们的青春制作人们去翻唱比赛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健康。恢复我们的第一。你可以找我来学声乐。我是小男男。该不是我们舞蹈老师班上的吧？他们好像不一样。这把我们排练的时候，有的情绪很正常。哇哦！这个地方有热，好奇啊！你说这边吗？手上的卡片，哈哈哈哈哈！装这个女性声音，哇，这是严老师老师吧？对啊，就是大概严老师老师啊，全是里面的男生的。我觉得你唱的好好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忘了，哎，卡住了，哈哈哈哈！哎，怎么厉害这个？哈哈。哇，全是那老师，全是小男孩。加油！很有品味，很有品味。